我今天要在青铜局用老夫子炸鱼。对不起，刚刚手机漏电给我电到了，就这套装备，因为最近我有点贫血嘛，所以少出几个吸血刀没什么问题。这把跟我对象的是小脆皮亚瑟，安琪拉来支援了，赶紧过去用小木棍给亚瑟做个核酸。这亚瑟还想用终结劝退我，拿下。这个典韦嘛，竟然敢征蛮亲了都不带我一个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夫子吗？通通拿下。这老夫子前期的压制力还是强啊，观众朋友们点个关注，跟我学技术，你们也可以跟我一样强。哎呀完了，哈你脑袋哈呀，可恶的防御塔竟然敢单杀我，我必须拿下他。我他妈来了，完了，疯狗典韦闻着味就来了，别要我别要我。哎呀好了，拴个链子回家喽。我光明正大的走进草丛，这典韦应该看不见我吧。哎，果然啊，眼睛聋了耳朵瞎了，嗅觉还失灵了，完了我闪。笑死我了，哎呀这典韦，哎别追别追别追，救命啊，典韦长脑子了。哎我进塔了，哎你咬我，哎我求你咬我，你咬我咬我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求。哎别别别别，打狗棍。线上有优势的话那肯定要进野区啊。哎这猴子一看就是炸鱼的，真无耻啊。哎你们这群人看我家 buff 干嘛？别不要过来啊。完了我有点缺氧，哎都怪那个墨子大入了空气。走吧死猴子，拿个红不错了，见好就收。真是苦恼啊，这队友太强了，这就上高地了。我根本就没有机会把装备出全呢，哎呀没血了，臭飞鱼离我远点，大闪拜拜。啊不是，这里怎么还有个防御塔呀，都给我撞死了，这队友上高地都不等我，没有我你们把握不住的，你们推不掉水晶的。哎呀等等我再推啊。啊这就炸了，哎这水晶真没志气，这就扛不住了。